现在声音有进步啊！这首歌咱们唱了，上节课把歌词读了一下，是不是？唱了一下哈，好。咱们先来一遍第一段，走。张庭关古道边，芳草丰连天。碧连天，晚风拂槛山。嘴巴再张大一点，好不好？然后把字咬清楚，明白吗？很棒哦，现在声音有进步哦。好，再来，咱们慢一点，错的歌词要把它唱对啊，字。走，张，哎，长不是长。但是这个字有两个读音，哎，对，你好棒，所以我就搞糊涂。好读的，你好棒，这个是个多音字，多音字也念长啊，什么东西很长啊，时间很长啊，长这个棍，长，哎，长大，这个是长，这个是长，还有呢，长，长大了啊，成长起来了，长大了，都是这一个字，长，这是长，这是长亭外，长亭外，长。长啊，对，走，嘴巴张开哦，预备，走。长亭关，哎，再，泰哥，你要觉得你一下长大了，嗯，歪，咧了嘴巴，歪歪，哎，我说的，稍微竖一点点，走，长，不是长哦，走。长亭外，哇，好棒！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好棒，走。晚风拂槛山，夕阳。零没有，两个零，什么意思？两个零就不能唱了。就对呀，他让你休息了。山外山，二空空，天真。喉咙要再开开一点。今宵。
人，你听我说，不能唱成鸡，鸡下边落花。好，再来一遍。这边唱完，我们就唱第二段了啊，走。张庭花。重来一遍，长。哎，你自己都知道了，走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断肠碧连天空空，晚风拂堤声残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上节课说过这个意思，你还记得吗？晚风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晚风是啊，嗯哼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晚上，哎，对了，晚上的风，对，晚上的风就傍晚了。拂柳，你不是说你知道那个柳树吗？是，哎，晚风把那个柳树啊，晚风拂柳笛，哎，笛声残。笛声残什么意思？你觉得笛声，笛子是不是？是，吹的那个笛子是笛声残，残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没了，哎，就是从很远的地方吹来的那个笛子的声音是啊，忽有忽无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意境啊，你要知道。走。晚风拂夕阳山外山，天之涯，嘴巴张开，地之角，知交，知交半零落。基本上全部都能唱下来了，你能不能把它背下来？应该可以的，应该可以的哦，你没问题的哦。你觉得？我觉得你行，我觉得你行，你的声音现在就有进步了，喉咙就打得开，声音都放出来了，啊，好多了。嗯哼，你这样，你试图着背一下好不好？你看着我，如果你记不住，你就看一眼歌词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我再升高一个调，行不行？好吧，试一下啊，我看看。觉得高吗？这调还行，有点高，有一点高，有一点点高。好，我再降一个调啊。好，再来一个。高了低了你都告诉我啊。走。夕阳山。
咱们第一段就这样啊，咱们试一下第二段好不好？不懂的不认识的字我告诉你哈。咱们降一个调，唱第二段，前面两句都一样，唱起知不知道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问君此去几时来？问君，君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海军的军啊，这不是海军的军啊，是什么军？这个是君子的君啊。以前啊，古时候就是、君子大战的。大战，君子大战。君子，你在玩游戏啊？君子君啊，这个君是尊称。是啊，哎，君，哎，很尊敬对方啊。问君就是问你，他的朋友啊，问你走了以后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来的时候，来时莫徘徊，徘徊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嗯，犹豫不决，就是你想回来的时候就回来，不要又想回来，又或者是不敢回来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或者有很多顾虑呀，不要犹豫。不要徘徊，就这意思啊。来这两句啊，走。问君、走。我刚没有准备好。哎，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是。准备好了，好，走。问君此去几时来？来时。你知道末，你就到末那儿是稍微有点犹豫，其他都很好啊。好，再来这两句，后面这两句又都一样了啊。问君啊，走。问君此去几时来时。零落，走。知交半零落，人生难得。预备，走。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落。最后这两句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人生难得是欢聚，这句话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就是人啊，在一起啊，欢聚的时间啊，是很难得的，要珍惜。是。是不是？是的。哎，你看你现在在这上课，以后你就考上大学，你就走了，你就离开了。我就有可能不会在这儿了啊。对呀，所以很难得我们欢在一起欢聚又学习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。人跟人经常是会别离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和你的同学啊，和你的其他人认识了以后，他也走了，离开这个城市了，你也就离开了，就分开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把这两句唱一下，走。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。再来一遍。人生难得是
从是欢聚唱，是欢聚。好的，唯有，唯有别，别离多啊，就是对，唯有别离多。好的，这些歌词你首先要知道它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你如果知咱都不知道它的意思，咱就不知道怎么唱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好，我给你都解释清楚了，然后呢你自己要没事是要看两遍好吗？再来一遍好不好？好，从头再来一遍啊。好，第一段，第一段第二段都可以，从头来，两段都唱。好，走。恰恰绿，很不错哦，你都意识到自己那个词儿是对，是有问题了，所以你改的很棒，你很棒的啊！重来，走。长亭关，孤舟边，干草碧连绵间。没关系，唱下去。关公。走，万峰扶柳笛声长，好棒！对了，斜阳山外山，夕阳，咱上次说过，夕阳是什么？太阳，太阳是太阳，是什么时候的太阳？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已经落要落山啦？落了，哎，已经落，这个夕不是东西的夕哦。东西南北、这个、不是那个西， 是夕阳，是我知道怎么写那个东、哦、我知道那个东西南北的西啊，你知道那个东西那个西啊，是的、啊、这个是西，这个西夕阳就是太阳要落下去了，是傍晚的时候了啊。好，走。夕阳山外山，是欢聚来下啊，很棒很棒，都把我惊呆了。最后两句啊，走。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，唯有别离多。哇，好棒啊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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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进步哦。